一切都要公平，成败也总要问究竟，亦未见得得失影响心情，难道你天生很好胜？全部靠即兴，只会不得要领，凡事要心中决定，行捷径心领，歧路更要冷静，没有输怎会胜，用努力来往上调整，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，以后迷途不需找算命，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，学会将一双开一双眼睛，未见得光阴一退需要停，无用去一再望背影，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，自会好心好报应。心中决定，行捷径心领，歧路更要冷静，没有输怎会胜，用努力来往上调整，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，以后迷途不需找说明，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，学会将一双开一双眼睛，未见得光阴一退需要停，无用去一再望背影，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，迟会好心好报应，人没有天生高一般的心灵，迟会好心都好报应。